昨天那说帮你找一个翻译哦，今天给他请过来了。那先相互认识一下吧，好吧？好的，你好，你叫什么？阿柱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19。你有空吗？我有空。可以带我去玩吗？可以，你想去哪？我想找酒店。我带你去。好呀。我们走吧。等一下，我打车。好的。这是房卡，好，你下谢谢。去吧，明天见，好的，好的，好拜的，拜。好的，拜拜。